跟姑姑算好吗？好啊，但是他们两个常去玩，常一起玩，常一起玩，但就是会吵架，因为两个都是狮子座的女生，然后就会抢这个姑姑要这个，然后就抢东西。但米娅通常是米娅比较暴力，对，好不好？但他狮子座是不是真的比较外放啊？或是对，我觉得野蛮一点。狮子座这样，我女儿也是啊，狮子座嘛，她小时候就敲哥哥的头，真的好可怕。对，米娅也会推她敲哥哥的头的那种。米娅跟那个弟弟吃醋吗？还好，因为我就是比较爱米娅的明显，爸爸都这样子，所以就还好。哎，对我真的转变很大。对不对？就比较我本来超疼我儿子，对，现在也没有不疼他，对，就是爸爸对儿子，但现在包容性降低，容忍度很低，对女儿是这样，然后对儿子是这样，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很好，就是今年真的最明显就是在看 NBA 季后赛，他超低，我儿子在那我在电视里看没关系，我在那看 iPad， 然后我儿子就在爸爸干嘛，眼睛不会离开荧幕这样，然后决赛冠军赛，当天。我在看那个，然后我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我手机开。妹妹，超妹妹去哪里啊？爸爸外面哦，好。就抱她，然后就电视关起来，然后去买东西之类的。女儿，